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 2017年，我在禅定中看到了中国古代战国时期传奇的鬼谷子大师石器者之生平，也见证了他是青海无上师存宿者的一位前世。我见到中国一座灵气至盛的大山，半山腰有一个大山洞，鬼谷子就在山洞里过活，生活方式非常简单，他基本是位石器者，偶尔才吃一点点野果与药材。神奇的是，我看到他还会用肉身在山里面飞来飞去，仙风道骨，完全是世外高人的模样。他从来不下去城池里，但是当时战国的君王和朝臣有什么难解之事，常会去山上拜访他，请他在纷乱的世道中为众人指点迷津。体验中看到他懂政治、外交、阴阳、修行之术，是位声名远播的名师，但是很少收弟子，会给予求道者种种严格的考验。他有一位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张仪。张仪注重修道，他下山所辅佐的秦国，后来居上，成为当世强国。世人皆以为他只是舌灿莲花之事，但事实上他非常有智慧，为秦国的富强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得后来秦始皇能统一六国，这是上帝缜密的计划。可以说张仪是上帝要统一天下所派来的先遣部队。有一次打坐，我发现了亲弟弟森腾上人，就是当年鬼谷子的弟子张仪。我告诉了弟弟，但他自己没有体验，不相信。森腾上人原本就是出家人，有修自己的法门，并不想跟青海无上师求法，但2018年却莫名生了一场怪病，在病得快往生昏迷的时候灵魂离体，随着我去见了他前世的师父鬼谷子。他发现鬼谷子就是青海无上师，而他自己就是张仪。醒来后他说，姐姐，我决定要印心，青海无上师就是我前世的师父鬼谷子。出院后他马上赶到台湾霍福尔摩沙参加印心，与鬼谷子青海无上师再续师徒之缘。如今他仍在寺院出家，艰辛修行师父所传的观音法门，弟弟今世修行比前世张仪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常协助青海无上师在无形界中降妖伏魔，强力打击负面力量，为宇宙和平而奋斗，我为他感到非常的高兴。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